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，唔扮高深，但求均真。啤梨漫步，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。本來我真的不想公器私用再講永年亭，但是呢無論林康正和我呢收到的 message 實在太多，我想在一個節目裡輕輕講，因為其實很多事我是要是當面講你們才明白的。而事實上我現在的戶口呢已經是多了很多錢了，我想過了七位數字，因為那些友仔呢是不問緣由，見都未見過我就幾皮幾皮十皮十皮二皮二皮入我戶口裡落訂。OK， 甚至乎他們連永年亭在哪裡都不知道，那我呢是不會 promise 你們全部一定拿到貨的，我要首先這樣說。我們首先要講一下這個我和林康正為何會做這些事，很簡單，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投資保值，甚至乎可能你們或者我們終於都會用。我要先在這裡再跟大家講多次，香港現在的環境，香港在6月30日就會刊憲，刊即是關於這個骨灰庵條例啊。OK， 然後就會有九個月的時間呢是停止所有的骨灰庵位的買賣。在這個時間他們也都會寫一條新的骨灰庵法例出來。個法例通過之後，其實 大致都是這樣的，我法例其實已經看到了，應該就是表現現在表一的位置就將會順利拿得到牌照，如無意外。OK， 大致都沒有意外的。表一的位置林康正，你聽我們說這麼多人現在在香港究竟賣什麼價錢呢？大約表一有寶福山，我當是最渣角落頭，即是3800，不要角落頭，它的角落頭不是地下那些，是24樓那些，或者圓圓學院18樓嗰啲，即係你係單層梯去唔到，打掃唔到，跟住下邊人燒香咧，煙燻到嗰啲相啊，全部黃冚冚嗰啲咧，係50-60萬，係嗰啲都50-60萬喎。OK， 如果你話咩 I level 啊、雙連位，係講緊過百萬，甚至乎幾百萬。OK， 好啦，咁於是乎，而家市面上其實係80-90%嘅庵場都係屬於表二嘅。如果聽開我啤梨漫步咧，大家就知道咧，表二唔好理佢係幾多表，唔好聽人哋講又話咩法例通過之後就會發牌，要發牌一早發咗牌，呢一扎位基本上就唔會有可能轉到合符資格。佢轉到嘅一早就轉咗啦。過去我啤梨呢6-7年就係做緊呢樣嘢，嘗試同人轉表二申請表一，係從未成功過。而我哋背後嘅團隊已經係強到不得了，有全香港最熟悉呢個法例嘅測量師啦、設計師啦，亦都有政府嘅人物喺入邊啦，係完全因為點解咧？要關乎嘅實在太大，地區反對反而係小事。咁縱然係咁，而家嘅表二仍然繼續喺個街度賣喎，啲人夠僵喎。點解啊？第一，供貨就喺度啦，我話知你死啊，因為有好多懵丙佢平時唔睇報紙、唔睇雜誌，更加唔會聽網台。
跟住啲人話唔係喎，表演好似唔得喎，六年後可能我會即係攞住骨灰啊，即係攞住我阿嫲骨灰，或者哎呀，我唔想六年後我都就係死老我老人家，我到骨灰俾人推，唔會。如果第時啊，即係政府唔發牌俾我哋，我原諒奉還。我屌你嗰啲有限公司一執咗，你邊度追數啊？嗱，兩樣嘢咧，你第一你家人死咗，你個心態已經係好亂啦。即係死咗都仲要咁擔心，擔驚受怕。唔係你好亂啊！咁人哋話介紹，我通常有介紹俾你嘅，佢哋好識講嘢嘅。譬如佢咁講，嗱，呢個表意有啲人唔知啦，照買啦。有啲人就算問話，咁會唔會俾人踢走嘅？嗱，你放心，我哋咧其實做呢啲咁嘅暗位生意咧，除咗即係唔係話賺錢，其實亦都係希望咧提供一個先人嘅乜。嗱，而家其實我哋搞緊咧去攞牌照，你睇下嗱，表意呢個政府 list 係有我哋個名啊。不過咁樣都未必保證到你嘅，所以我哋公司為咗照顧你哋嘅感受咧，即係等你哋買得安心咧，我哋有個條款嘅就係話，如果你哋咧假若第時乜咧，我哋公司會原銀退還嘅。嗯。咁你冇嘢講啦，加上你家人啱啱先有，但係我同大家講，佢唔好話屌你老尾，到時你捧唔捧個杯，佢一鳩就行撚咗去啦，盤都唔撚清啊！有限公司，你咪揾我咯，佢上唔到身噶。而家大一啲咁嘅位，亦都有啲咁嘅客，因為佢平時唔接觸，仲係賣緊二三十萬，起碼 ，OK。可能有啲人咧，其實係明知啊。係明知可能有要搬，但係呢一下啊嘛，我揾唔到位啊嘛，我骨灰我佢擺邊啊，都係要夾住買。咁而家喺紅磡啊，喺好多地方有好多骨灰，咁其實呢個係香港嘅一個大問題嚟嘅。嘅好多殯儀館，即係仲殯儀服務嗰啲，你既然幫襯我嘅，咁你嗰啲灰擺住嗰度先啦，佢都未必收你錢，有啲收一二百咁樣。咁但係越擺越多嘅時候，有啲就話啦：，喂，咁不如係咁啦，佢就租個唐樓，又擺到周圍都係啦。咁大家睇新聞睇過啦 ，OK， 一到中秋二祭，搞到啲樓，哇，全部啲烏煙瘴氣咁樣。好啦，已經係去到咁惡劣嘅情況。咁你哋要大家要諗，究竟香港政府有冇能力喺未來十年、二十年？去撥亂反正，再起翻即係一啲足夠嘅庵位咧，仲要係講緊每年有幾萬人死，而而家平均政府起得到嘅話，公立嘅庵位係一年我冇實際數字三幾千個，係完全 shortage 嘅，係完全唔夠嘅。好啦，澳門咧呢一個 project 咧，這個永年亭其實係搞廿幾年，何鴻燊親自搞呢、這個 project， 我點接觸嘅呢？咁當然而家呢個 project 就賣咗出嚟啦，其實喺幾個月前我已經接觸過噶啦。咁但係我就真係冇時間去搞啦，亦都冇乜心機去睇。咁亦都我要揾時間揾嗰啲朋友啊，揾啲相熟嘅律師啦，即係澳門嘅律師啦，去 check 清楚。雖然我自己喺各方面渠道都收到風，我要 check 清楚佢係咪合法嘅。咁我要好簡單咁同大家講，佢係一個澳門合法。嘅骨灰庵或者擺骨殖，總言之係放死人屍骸嘅用處。好簡單啦。一般人會關心就係、是，喂，咁使唔使補地價啲嘢咧？我又喺度講埋啦，即係有太多朋友問我，澳門同香港一樣，地租就五十年不變，就去到2049，佢唔係2047。2049之後咧，所有嘅地租咧係由永廉亭自己負責，就唔同我哋嗰啲咁嘅樓咧，好多時係賣咗之後咧，就小業主自己負責自己地租啊嘛，包括屋企嗰啲咁樣。係啊 ，OK， 好啦，咁啲人話究竟幾多錢啊？啤你哋唔講幾多錢，我點同你講幾多錢咧？入邊最平嘅係128,000，最貴嘅幾百萬、成億都有喎、啊。咁我點同你講幾多錢咧？而家我同林康正做緊嘅係咩咧？簡單啲喺呢個節目幾分鐘入邊講，就只不過係同你哋買入一個冇得揀位嘅位，即係最平嗰啲128,000係冇得揀位嘅。簡單啲講，好似周偉傑買咗兩個 ，OK， 因為咧佢再話我冇得再 upgrade 啦，我冇錢啊，係得兩個。咁將會面對咩情形呢？就係話永廉亭無論如何，你幾時要用嘅話，佢一定要俾翻兩個位你。咁當然嗰啲位一定唔會係好位啦，我相信。但係我同大家講，你而家睇嘅係 video， 係得一半嘅啫，因為佢仲會不斷咁裝修。佢哋見到佢啦。佢第一層，佢兩間房啫。係不斷咁裝修，因為而家三四五層未。我哋認為好靚嗰啲地台全部會換高級嘅意大利雲石。我哋認為好靚嘅射燈全部拆曬，會換意大利嘅水晶燈。
因為他們要做到全港、中港、澳台第一級的。咁、當然啦，呢、這個係個老細有啲執迷嘅，我認為。其實而家已經好靚。嗯。OK， 好啦。靚過曬大鵬。冇啊，冇香港冇得講㗎啦。你香港其實因為真係唔夠啊，好多人已經好一早啊，呢十幾年啊，喺深圳嗰度買啊。咁點解佢呢間嘢都咁多嚟自珠海啊、大陸啲客啊，即係會走嚟睇啊？屌、okay. ，因為大陸啲一比啲質素係冇得比價錢。唔係我哋都係大陸貴好多。我哋復埋阿妹子先，但可能遲啲大陸都會起骨灰。起咗好撚耐啦，大陸嗰啲。阿妹子，你知唔知大陸啲骨灰庵位幾多錢？嗯。同埋你有冇咁靚咧？嗰啲都唔係重點啦。嗯。嗰啲都唔係重點啦。同埋大老實講，借佢市場都夠曬啦。我要同大家講咯，你哋唔一定賺㗎，你哋會蝕㗎，會輸㗎，投資嚟㗎咋。嗯。點解唔會輸啊？但係，正如我所講，周偉傑嗰兩個位。我就當佢乜嘢都唔upgrade不得，就係、是、最差嗰兩個位，八萬八蚊，唔使講嘢啦。因為驚我哋賣十八萬八，唔驚我哋賣十二萬八。嗱，咁點解八萬八我要講埋呢度啦？因為而家佢每一個位，你行入去買，佢未必做你生意先。首先，嗯，佢要叫你揾 agent， 咁啲 agent 唔會周街喺突然間喺度嘅。嗯，你要真係要買嘅，照價買九折。嗯，一個十二萬八八嘅位，你賣十一萬幾咯。嗯，你經我哋買。其實你唔一定要買最平嘅，但係多數我哋會咁話叫你買最平嘅，因為點解你反正唔揀位？點解唔揀位住咧？因為你係呢一個買咗呢個位呢個權益，就係你隨時如果你即刻要用嘅，你咪即係一年後啦，嚇你就點都有個位俾你啦，唔知咩位啦。但係你隨時可以 upgrade 任何位，就用而家嘅價錢 lock 死咗佢個價錢，補翻個差價得。補翻個差價得啦，即係話如果嗰陣時你睇啱咗三十萬個位。你呢個十二萬八嘅位今日同我買，佢升咗，因為每年都加價噶嘛，一直係先講個加價幅度，佢升到二十萬啦，但係你仲三十萬個位，咁你係俾咗八萬八啫喎，佢係三十萬減二十萬，你補翻十萬就得啦，係啊，而唔係減八萬八啊，而唔係減八萬八啦，所以而家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嘅時刻 ，and that's why 啲人都咁心急，其實我認為唔需要咁心急嘅，因為我係確確實實收到風，佢將會加價加七千蚊入場費，嗯，我要同大家講，佢呢個永年亭由舊年開始。係三萬八到到而家將會係十三萬五，今年年內將會十四萬幾。點解咧？因為根本我而家開始同佢哋混熟咗，係有個加價嘅機制啊。嗯。第一，每年起碼最少，嗯，大調整加一次價，最少噶啦。係啊。OK。跟住每裝修一個廳房，其實而家廳房起好曬嘅，不過又再裝修咧，嗯，加一次價。嗯。港珠澳大橋。一通嗱，呢個係重點嘅，大家唔好以為唔重點，因為譬如我哋兩個來回二百幾蚊，如果你加十口，即係你知連埋啲姨媽姑姐，咁二千幾蚊都幾係嘢嘅。但係你港珠澳大橋，你搭車去或者揸車去，點樣貴你除翻開，應該就平啲。嗯，再加價，狂加，狂加。咁另外仲有因加得減嗰個加喎。市場你食埋珠海個市場都需求啊。其實我都唔講嗰啲，我都唔好講。因為大陸啊，屌，即係我都覺得，你話起大陸骨灰庵，你都戇鳩嘅講呢句説話。啊屌大陸依家都係即係需求係即係供應係供不應求係都係咁犀利，好似香港大陸深圳啊，都賣緊廿幾三十萬啊而家，有啲啊唔使錢嗰啲啊，好似我外母啲啊，係行樓梯行四百幾級啊，問得呢條問題嘅人，但係嗰啲都唔重要，重要嘅係靚唔靚。係。OK， 咁但係我根據我了解咧，因為實在太忙，我亦都冇咁得閒，林康直接都冇咁得閒做節目，我亦都唔會缺節目。係。正常。你哋係去到一次，嗯，跟住去買位，嗯，俾錢啦，買個臨時位啦。以我哋個方法，點解我話點解要買臨時位？你哋唔即刻揀位，第一我唔冇咁耐性，咁你哋去慢慢，係啦，慢慢揀。係。第二，因為而家咧有好多靚位係俾人揀咗，好多未賣嘅未開放個廳。係。咁點解我哋唔等佢個廳一開放嘅時候，我哋第一時間去就可以揀啲？即係俾人哋快啲，唔好話俾所有人啦，但係起碼快嗰陣去揀啲靚位咧。咁、嗯、你點解會快到啊？咁你咪要順啤梨哥咯，因為我哋要埋到身咯。仲有唔單止係呢樣，譬如你啊呢個廳，知道佢即係好似啲鄉議局啊，點解啲人做鄉議局啊？知道佢呢塊地佢要買咯，佢、啊、政府要開發呢塊地，咪早啲就同啲村民咁你哋咪去揀定咯。好似一釐啦，五十萬你買你塊地啊，抵喎、啊！原來政府係用兩千萬買，咁要嗰度買咗你笪地個樓王法咪賺咯。嗯呢、這個廳我哋知道，佢喺半年後就會裝修啦。跟住佢七個月之後就會裝修好啦。依家咧最低個位都係十五萬八，最高啊三十萬。好啦，
裝修完之後係咪盡係呢個價？最低咪20万，最低40，最高40万咯。咁15万嗰時就已經叫你買咗先啦。唔使講嗰啲啦，我節目時間。總言之，佢係不斷咁升價。因為點解個原因？表面就係我同大家講，因為我啤你乜都講嘅，就係因為咧用擠牙膏式，背後當然有故事啦。因為我最大嘅疑問就係點解佢唔一次過用一個高價？佢只要拍一集廣告，你都有諗過呢個問題㗎。佢一日可以賣曬3万几個位。好，跟住我答一答 Wooji。係啊，佢話誒親自去賣會，可以賣俾佢，但係就冇平過40万蚊。你就照原價9折咯，可以係冇咁戇居嘅人嘅呢個世界上。OK。咁啊你可以叫你家姐喺澳門邊度啊？不過或者你可以叫你家姐揾澳門啲 agent 都得噶。嚇，你揾到嘅話，唔係，但係如果你家姐係香港身，唔得咯，身份證係啊，香港身份證又唔得噶啦，就要揾翻香港 agent。啊，唔係，澳門可以做香港，香港就唔可以做，香港唔可以做澳門。唔係啊，我唔肯做啊，其實我要轉啲咁講。係，OK， 因為好簡單，佢每賣1500個油價。而家已經係呢一期已經係賣1400几個噶啦，淨係我琴日啦，我都唔知我賣咗幾多個啊，嚇！咁究竟佢點樣先會開始賺錢咧？我好老實同你講，下個月啲人話你下個月買咗就賺咧，嘥氣，賺咗幾千蚊，人哋會唔會同你買啊？二手市場人哋賺幾千，除非你平過幾千蚊，你唔賺咗幾千蚊，咁如果你賺1000蚊，你做嚟做咩啫？咁多嘢，其實咧正式嚟講咧，我勸大家用心理最好嘅心理就係未揀到位之前咧。未揀到個靚位之前買一個權益咧，就當儲錢。你點都唔止值80000八嘅。但係如果你揀到個位嘅話咧，我自己睇落去咧，3年。嗱，佢呢度個老細咧個 target， 我同你哋講埋啊，就係3年內永念亭嘅入場費，最少嗰、那個，佢就話50万。我覺得係有可能嘅。可能我琴日我覺得我仲喺度博咗，我30万啦，保守啲啦。但我後來我睇翻曬今日啲即係所有嗰啲figure咧係有可能嘅，因為根本就你諗下而家有啲幾陰森，我哋琴日過去係好開心嘅，喺度坐喺度傾偈食嘢嘅，係咯，都入場費真係低。我只問一條問題，係依家你可以80000八買一個骨灰庵，一個即係市場係非常之短缺嘅。一年之後你80000八，你賣唔賣到一個骨灰庵？你答我。5年之後，你80000八，你買唔買到一套骨灰庵？就算呢度難夠位啊，寶福山難夠，你都買唔到好啦。你仲要係80000八買一個咩骨灰庵咧？原來全港珠澳深圳最靚嘅骨灰庵，仲要係你唔係咩18、24樓，原來係得嗰幾層樓。喂，係室內啊，有冷氣啊。嗰啲相咧，原來係有個即係有個掀蓋係保護你，唔會俾啲香煙熏到。如果咁啱。風吹又唔會風吹雨打，因為係佢室內啊嘛，俾人打爛咗你骨灰庵出邊又免費幫你修補。點會有啊？呢啲唔可能㗎啦，因為有保障有。一個80000八，你係買唔到骨灰庵，仲買到咁高質素嘅骨灰庵。你睇周偉傑都話冇得算，我話俾你聽。真係。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講？佢就算最高嗰、那個，係啊，最高個價都唔係好高，而問題嗰個入場費22000蚊首期，跟住月供5500，免息。免息，講完㗎啦。所話所以咧，我而家手上邊咧，我啲朋友咧，有啲都唔識我噶，就已經係1000蚊做合約費啦。係啊，23000，10个23万入我户口，俾個身份證我，俾個咩？我聽日，因為我哋聽日就唔得閒啦，下晝係得2个钟头。佢人哋永念亭專登喺香港揾個同事幫我哋，我哋劈低曬啲嘢，然後我哋去馬來西亞。跟住我哋下禮拜翻嚟，本來有時間去睇嘅，但係第一我哋要唞，第二我哋做 BNO 18号，就再下個禮拜。咁到時係咪會加價呢？我唔知道，但係我而家認為咧，我翻到嚟我要同大家講，會搞一個座談會。到時可能收你100蚊位啦，有飲茶咁樣嗰啲，我冇留蝕俾你噶，雖然我賺你哋佣金。講好曬嘅，啱嘅，冇問題啦，落訂。我認為咁係最好做法啦，攞訂，再約埋一日一齊過去，因為佢要落咗訂之後同你做合約啊嘛。過去澳門做合約。或者揀位 ，whatever， 咁就唔使行多次。係 ，OK， 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如果你澳門之前你都帶定張支票，係啦，因為一過咗澳門咧，你要買，你要買多幾個，你一睇現場，屌你老味！嗱，我唔好講人哋個名，係好貴嗰啲係表意嚟嘅。如果佢唔知道，就佢專業無知。即係而家 check room 話好貴嗰啲啊，我唔響名啦。如果佢知嘅，佢就有心呃鳩你。我一直都人忍不發，因為我費事阻人發達，我太多老友喺嗰度做。好老實我都識。喂，我淨係唔忍心，你連長者你都呃。
唔好講長者啦，講在生嘅人啦。嗯。屌你老母！啊！聯絡到我哋。669824294話。謝你。係啊。59330829就係林康正，即係你可以。留意啦。總言之咧，多疑問嘅咧，就等我哋點講啊？即係完美翻嚟啦。信得過咧，就嗱嗱聲，即係我其實我慾緊就慳，同你哋慳幾千蚊嘅啫。我唔係做生意，我做緊。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啲貨喺我度啊，係我派貨啊。我串啲咁講。其實我哋再串啲，我七月你哋先買仲好，喂，升到95,000，我收 commission又收多少少。係啊，不過係你哋賺少啲，同埋場費又貴啲。嗰個最主要就係、是、最主要就係而家佢係唔想賣咁多嘅，佢賣得多，講真，佢自己揸嘅貨少咗。咁佢到時候最後去到嗰個價嘅時候，佢咪咩咯？呢啲嘢我唔方便，我唔方便喺幕前講啊。佢自己代價而沽啊嘛，咁又唔係你一次過退幾百幾萬使俾大陸佬，退百幾萬使俾大陸一次過，佢自己咪冇得代價而沽，亦都做 cheap 咗場。其實已經係有大陸佬出價㗎啦。係啊，但係人哋唔制啦，俾我都唔制啊。但係你大家講，我要講多句咯，如果人哋係覺得啊，都啤你漫步啤你嚟做下嘢嘅時候，咁你覺得佢會唔會掰大陸佬嚟買咧？咁樣啦，即係總言之咧，唔好急，信得過嘅買住先，即係唔使去睇嘅啦。真係你睇下啲 check room， 買咗個認購權先，冇得輸。我淨係一個樣嘢，林康正嗰啲我唔知。你同我啤你買嗰啲，一年後你供完啦，或者你敷皮啦，你認為唔啱使，原銀奉還你賣俾我，直情咁講講完㗎啦。都冇人講錯，真係唔係講咁冇錯。你唔好講，我自己都買佢都講，費事講，費事好似話我曬命。因為而家啲人問我啊 ，MME2H 搞唔掂啊，所以去搞骨灰庵啊。哎呀，係啦，我唔掂啦。總言之，我搞 MME2H 又唔掂，骨灰庵又唔掂，移民台灣又唔掂。OK， 做節目咁冇人聽，得啦。OK， 係啊，啲團爆曬都唔掂嘅。係咁多，係咁啊，得啦。七月嗰團我而家唔做啊，而家有人 sponsor 我啊，去南美洲啊。仲有人俾500,000我做減肥代言人啊！我唔撚做啊！我唔得閒啊！我唔掂啊！我冇 self confidence， 我冇自信心。OK， 屌你飛機友，休息陣咧，唔係休息啦，再見啦。係啊，嗱，669824294或者林康正59330829。總言之，你哋唔同我嚟買都唔緊要。唉，我費事啊！我哋都會有其他代理開。唔係，甚至乎我唔好幫襯我哋個 unit 啊！係啊，走去澳門揾個代理，你都要買一個，係起碼買一個。輸咗嘅你真係揾我，你自己用你點會輸啫？係嘛咁鬼靚仔，我自己留翻個用啊！仲有話佢一個庵位啊，標準庵位都可以擺兩個嘅，即係話譬如爸爸媽咪啊、太公太婆可以擺兩個嘅。OK， 又有冷氣又剩，休息啦，唔係休息啊，走啦，屌你死！我要同阿英月做節目啊，係咁啦，拜拜。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，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。付費之後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。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！